特别像啊！我踢完一场，我一会儿就走不了路了。殷离是一个傻逼。放羊。哎，啊！放羊。放羊，他打前锋去了。他有劲儿没劲使。亚洲要冲几次？他说我冲五次，你把放羊，你先数着。一次，两次。放羊打前锋不合适啊。不是叫他操惯过没？好，举高高。邓宇，快点，邓宇！我操！一次，一次。接下，接下，接下。哎呀，我觉得闭眼，闭眼。我打我的。哎，走走走，上吗？对，这样也不行。啊，还能上？守门员给守门员吗？这身轻如燕了，记者这么高兴。哎，那是中卫呢，张鑫和另外一个子弹头的。一个人，我操！Barry 呢？Barry 上没踢吧？他肚子疼。这个得有200斤。操！哎，那谁呢？那个山东哥呢？那个山东哥独立，山东哥挺牛逼的。操那个大厂，我操！打什么？我说他有一个大厂，但是没有，不是能送人去的。但是他的腿躺到地上，我操！其实上来就让人干了，我他妈也让人干，要干后来啊，一脚。你跳的太厉害了！那也不知道谁他后面给我腰里了。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，又见面，还是两个脚。哎，长发哥来了，好球，好球，两个。两次 ，yes。我操，这么牛逼！比你家牛逼吗？这么牛逼，必须的。李峰呢？哎，谁呀？李峰一脚呀！好厉害！这是球霸吗？超哥，西操之王，西操之王。来 play， 这怎么怎么转啊？这个介绍一下，这是谁？这是中招了，中招了！今年没有去踢。哎呀！我操！抓住了唯一的厉害的。你说你要来是不是踢主力了？你还能跑吗？是的，你要来就你来就能踢主力了。肯定啊。哎，别啊，打。杨毅他们那哥们儿，车牙那哥们儿巨多。
一旁坐。三分，三分。好好好，我知道，我冷海兄弟。低头时还是很。对呀，每个人都很难去。哎，西桥队长也牛逼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冬雨回一点，冬雨回一点，冬雨回一点。好球好球！我觉得让上一点就行了。冬玉，冬玉，再回一点，冬玉。哎，你们这组是不是时间短啊？抢一个，抢一个。唱体力好，唱昨天这帮小弟。咱左边，咱左边。他们也演了，他们有效果。等一下，去哪儿？说笑给大家，笑给大家。看脚，看脚，回一下，回一下。没抢到，没抢到。没抢到，回回回。不要不要，压下压下压下压。哎，对。给我一下。好球，刘总。好球。压住。行，我也累吧。给我的球不要给脚下。没有生活。下来了，下来了。一年二十万的出租车。省钱养殖。可能是被赌博包养。被骗了吧？不要往回跑，别走线。被网骗了，网友骗了。见面又看是个男的。QQ 给人打钱是吧？一会儿装一下，有门了。咱中间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让他往前走。是吗？有警察呀！我操！警察谁？警察开始放。警察在小红绿灯儿压了，那个狼加了。哎，转转转！十二号。哎，第一个角角球，那不容易。我操，你这是我，这是我踢的那个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这都是你俩昨天，我操！没，我跟他不是一样的。不是一样的，又搞成这样，是一样的。你赢了，你还是一出来就跟他打的。赶紧赢一场，赢一场。这也不是我能说的算。咱可以上下半场，明天打。进了。哎哎哎，这个机会太好了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咱就小定了。赢了！不敢小伤，不敢让他铲。自带特效，我操！我离地实在太远了，摔下去会。你那白衣服呢？不穿，特别湿。无所谓，我没打过，全买不着。
地上不有，你看连宾馆都不舍得住，还买还有钱买衣服。往右看，往右看。哎，好球，好球，好打，打断啊，好打，好打。比赢乱踢的好啊。一脚太大了，好教练啊，一脚。我觉得他们五点多醒。我操，我他妈六点多醒着，你们两点多才睡。他们昨儿不让我喝酒，就喝到到五点就醒，就关门了酒吧。操！昨儿巨傻逼，我昨儿到宾馆，我说不行，我得买酒，他们不让买。我发现门口有酒吧，十二点关门，然后飞开始门会开到十一点半，然后我赶紧跑去喝，然后五点我就醒了嘛，很沮丧，下楼买可乐，发现那个宾馆的小卖部里卖啤酒，又喝了俩，操，早上来，你上次我们守门早上不还喝两瓶吗？守门也不用，所以说我点头没听见。他带球的是壮的，一带，真的，让我们踢踢那个，我是谁呢？那个中中，那儿哟，三卡，老歇会儿，你又歇会儿，打美东杯你老歇，这又歇，你看年轻的我靠，妈的，美东杯，平均技术除了你就没你高，美东杯，美东杯是教练不让我们上。这样子你自己练一下，有点困，昨儿晚上他一累，所以两点多才到，睡了四个半小时。我们也差不多，我们也好多人很兴奋，然后他们那个，找我过敏。你在这边过敏？没有，我在这儿不过。我也是，我但是我你看我眼睛上就是过敏肿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来这边就是为了治过敏的，每年过来治过敏。太他妈傻逼了，我操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我鼻子都不行。你什么时候转一下，转一下。新鲜的，哎，我们也新鲜，我也新鲜的。你在当盲人，当盲人。我们住了个 house 在那湖边，然后好球，那运龙那边的。到这儿，能不能让替补上去玩玩？我问一下呢啊。别傻逼了。这清华这边没几个清华。这都被你发现了、啊、这我还没看刚下一回来是吧走位了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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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他，过他，过他，好球！哇塞，你这清华明显这个意识流啊！打！哎呦！好球！他门将不错吧？哎呀！看起来，加一个，我知道。看起来动起来还那个冷快好多了。啊，我们门将是科大的。哪个门将？我们的门将。你们的门将。对。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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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没办法跳起来，对吧？打左打左打左。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让让。大刀那种开始用脚踢了。好呀，好球。接一下，顶一个，顶一个，顶一个，甩手，甩手，顶一个，太难，太轻松了，上一个。你们那怎么？先跑一个。行行行，万一是哪样？我给回身，望城顶。万一呢？万一还没上，万一吗？万一打到前锋去了，前锋。操！难怪万一哦，就要跟他这个对面。能踢前锋？对呀、啊，能踢前锋了，我在。我觉得万一要死了。妈呀！找工作。林翔，别动，别动。别动，别动。别动，别动。你们在哪儿？好球！
帮往中间靠，开球中间帮他抢啊。往前跑一个大脚，你一个大脚转到左边来。转左，转左，转左。好球吧！打半小时。已经半小时了啊！已经半小时了。这哥们，你刚才界内就把手用手把球给抱下来了，我操！行。张峰峰，张峰峰，打打身后，打打身后。啊？谁啊？没有，站好站好。操！我操！真能跑！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打！啊 ，good！ 好球！快上！打右！输呀！别吹输！来完了！解围脚，尽显操哥本色。哎呦我操！想念胡子。好像来了，这是好事。京东，京东。有个高点，还是有些是，对，有些胖子也是解围是。我操！我操！别理，别高点了。有啥高？你还有活动？没事，没事，这当活动。行吧，那咱俩。等位，等位，你的衣服太小了，显身材。好球。我替谁呀？回来了，这有。换一下吧。不是谁呀？谁换？哎，新东，新东。
练的。再过一下，还有几分钟。坐。马上，请完成任务。快方便。十一点二。王健，怎么当成啥指挥就完了？你看没大脑吗？这是一个新进来的后腰，后腰，后腰。谢谢，不急不急，三场。那个不应该扣过去。来，你上去上去，你再踢，啊、你再踢，他没护腿板。那个，给我。我就再看一个。我给你。来给，我给那谁了？哎，他要开始踢了吗？先踢，上，卢涛下来，您上，您上，上。到张经理。停！停！去给咱超哥刷杯水。没事，辛苦，辛苦了，真的。放钱，跟着跑，累得化冷汗。咱第二场是啥时候？谁知道咱第二场大概几点？两点多。哦，两点多，已经下午了。对。现在几点？那可能11点多。好的。昨天晚上没把你咋样吗？对。就趁着现在换人这会儿。我跟那谁走，我跟那秦晋走，没事吧？上次咱们不是在上次美中去了吧？中上次的美中，上次李亚哥就是冤枉那次，对那次点名被踢出了。是哪个在正常？就没走这个河南，可能上次吧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来人了。哎，你们队里边这哪个是长小？长小，哪个是是国奥？哪个？最后那个，拖后那个。拖后那个。哎，干什么？让他往前带领步，这球就该直接给英尼，踢大的又没了。好球！年轻，然后这个脚下有两只。
哎哎哎，我没说到话，我从身体开推嘛。踢得好，笑人踢得好，笑人踢得好。陆超说啥了？又换人。我加入一个，我这个放了30了，可以人生圆满。哎呦，哎，再猛一点就好了。还是重男还是切高点？就是你有高点的话，你不管那个头球练过没练过，最起码争的不吃亏，你知道吗？是是是。然后你就刘晓还这号，这时候就怀念刘晓张老师。有个高点或者有个屁股。张磊屁股。张磊没来。右边右边。好，天二，好，天护住护住，耶！他们这三三号威胁挺大的，一直在那儿能拿着球的。这三号，他主要他老能拿着球，你看，就是这个位置，你看他周围老是没人，就叫他跑的是。是我们。他也是使劲突啊过，他拿着球转两圈，然后找到空间，嘣一下。对对，他能接着，他能接着。左边，对，很重要。还有节奏啊！三，要难一些。哎，下一个，就这个场地有缘，停球挺难停，一停就不是，对他一停就跳起来。第一下一扑完，第二下说退到门里去了。队长心脏病犯了。有两个叫将士啊，你这个有点露脸了。好球！好危险！使劲啊，脚软啊！裸一个啊，裸一个，没时间了，赶紧裸。谁打这边？谁打这边呢？位置，位置。哎，好了好了。
好保护，牛逼！物业有钱。我了，飘得太远了，我操！走，别再拍了，别再拍了。要点，身体，好枪，不错，哎，就窜出去了，哎呀，这个肯定吃牌了，哈。走走走，副业你逼着呢，好球，好球，给上强度啊，回一下，好球，小东绕他，能录能录没问题。转一转，漂亮，好球，好球，哎，前面，好球，好了，
好，行行行，好好好好好，哎，打脚线，看这波线，看走的就打脚线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闭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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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，行，好的好的，那我再接着说，漂亮漂亮漂亮，这高一上可能没很多了，没有没有。我家里很乱，水给你水，洗一下吧，洗一下吧。哎，你别拿水。刘畅。老林，老林。有纸，有纸，有纸。哎，陆畅不行，陆畅，陆畅，你林。你还在？必须要挺大的。我帮你往里弄一下。或者，你上。哎，陆畅，上。下来还行，没事，就是那个里边打破了，打破了，没事，没事，小声。哎，行，没事。有了。哇，好枪。后腰注意位置，中村。有一个后腰站住车，没事，放心吧，听你的。I'm sorry, mate. It's okay. Yeah, don't worry. 马进进了，一比零。我操 ！Yeah. It's a small. Yeah. It happens. A little dangerous play. Yeah. Don't worry. Yeah. It happens in the game. Yeah. Sorry. Never mind. 马进一比零。尼玛！一比零！我操！别他妈告诉我！谁进的？牛逼！我操！放了。强接外球，哥丁去，我一直说我的，
人家舍了两主力上来，我觉得那两主力应该上。闪开闪开闪开开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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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朝踢他们第几个呀？三比零。三比零。唐朝踢他们才踢仨。对。上。那边怎么样啊？那边。那边还没进球是吧？你们俩前锋热一下啊。谁？说你和。干了。哎，咱俩先锋。好。你到一看，东北。我操！一高一块是吗？高一胖子。搞起来，小宋！我操，这么写意！好球！现在是怎么踢？怎么有自信了？随便搂一脚。好球！他们都已经不跑了。哎，给呀！好球！现在长小接管了后腰出长传的工作，换小东啊，过来到旁边。Stop， 小东，Stop， 小东，耶，好。岳鹏跑起来啊，拼一拼啊！大哥，一会儿你踢的时候，我给你喊，告诉你。五分钟，然后我让那个后面一飞，刚上，一飞转，但前锋看见。你可以让一飞打边前，让副业下来，让副业转他那个。迪亚哥磕咋一会儿他妈？哎，好球！又踢一会儿被戈林换了。抽一个，给了！哎，好传！哎，我操！哇塞！好球！让那个，好歹！副业！这瞬间帽子了！上！你让一飞打边前！一飞！边前！让大胖打前锋，你不打前锋，你打边前，右前。啊？不是，他 UD 的。两个一飞两个了吧？对，一飞两个了，仨了，俩，他没什么情况，我不上，没事，我歇会儿，没事，正好下场，正好下场，好吧，挺好的。哎，对，要几个了？是的，第一脚打门就那，我跟你说，咱穿白色队服始终有好运，咱上场我跟你讲，其实有几个球挺那边是正好是他们两个队这边，咱们要去看一看下半场。陆超去看吧，反正你也不踢了。啊，对，我跟你去看去吧。行，走吧。你不用我听。底下还有雪呢。啊，没事。你下边呢？我主要是刚才就一开始就破了。我那个啥，那这种油应该是黄牌的，知道吗？腰我俩腰子疼，不是说腰子。哎，哥们儿，你们俩拖后有问题吗？累不累？你垫那一下，其实他越位也没事儿。
没有，不动，然后我让好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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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球
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下面呢也要有几个在会议室里上，好的比较少。乱箭乱！我把我的给你吧。你要上？我的，你还有一个吗？第二瓶说呢？我把这给你。第二瓶，那他第二瓶的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没事。真他妈难干这活，我操！完了，这话拍该录下来了。刚才说话的是阴离，您别胡说八道去。我操！我操！哎我操！我操！后卫还得紧一紧啊！后卫还得紧一紧。兄弟，下面踢不踢？看看吧，能不踢就别踢了，谢吧。哎呦！巅峰，撤回来就成。我这是第一次说，你刚才非得哎，国王杯冠军是谁？皇马。皇马。操，皇马还有个杯子。对。就让我散。好球。上再看。啊！要抱，然后这个跟他说，哎，这好东西啊，俩人。我操！这好使吧？坐俩人。对。别跟他们打这么快呀、啊！操！
慢点打，慢点打。跟我睡过两晚。没呢。啊，这家的呢？我这种东西就是过十年，然后就知道当年是缺的。坚持不去，到十年后。就为了那个。谁他妈信？北京，往边拉，往边拉，北京。好球，好球！别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操！越了吗？越了，越了，越了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上上上，加纳斯，加纳斯，退来干嘛？还五分钟，还五分钟是吧？还六分钟。现在几点？几点？6:00 那个啊，那个是陈涛那输的，输的。他输了一个。千万别输！别别别别别！输了就得赢。行，哎，再给干打呀，干一把，抽一个，干一个，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球星啊，球星，你就越位了，不是弹应该没事吧？没事，是弹应该不是，好像是弹，就是他只要第一下传那下他不越位，但是弹的时候他不越位。你开球，我是白衣服，你是开球他越位，你弹我身上弹回去了越位。啊，对，就是你弹对方队员没事，弹你方不行。阿江，好球！哎，补一脚！哎，好球，好球！有点意思啊，这哥们儿翻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比一，哎哎，一好球！回来，回来，哎，一飞的没事，一飞的，快点滚！好球！我操！跑跑跑！傻逼！大贝尔！我的！好球！好球！大贝尔！我的大贝尔真像！贝尔，位置都差不多。真牛逼，趟一脚40米，是吧？人脸直接变了最短。那个后卫还得他俩还得放一块的在后面，这哥们出去还挺快。不是说什么贝尔绕树走可以抱自己皮吗？我操，怎么上这么一个？我操，唐朝输一个，我操！
输了，对咱们不是什么好事。对对，就是这好，就是唐朝也赢了，然后唐朝没事了，然后给我们踢三步踢，咱打平。打平就是打平就是。他赢了，赢了打平嘛。说明不是咱第一场踢的不好。走啊，叶鹏！这他妈王石不是这。啊，这哥们儿这衣服太他妈烦了。是是是，他不，他那帮人说他不愿意穿别人的衣服。他们有找裁判说的。对，你带上那个那个对，对，他手在什么位置？他要这样的话就错了，要这样的话就错了。一边一边。哎，一飞拉边走了。左边，好球，好球，哎。压得不牢。哎哎，大胖子。岳鹏都在墙上开始讲球了。我操！我操！好球，好球！压去踢中后得了，我跟你说吧。我就说，就得压踢中后。下半场。压踢就可以把长小。不想走，用长小修吧。对，长小歇了。我操！不咳嗽竟然。拼的，拼的，预备。终于。你帮我拼呐！再打了！啊！我操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赶紧把这女人给扛过去！行，35分钟了，马上。裁判说的。好球！别跑跑！压压压！我操！有点压力呀！哎呦！再来回，再一飞回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有了。好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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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